这咖啡杯味道好吗？我专门量喝的，我们就去北京最好的咖啡。 我们咖啡店的名字是故宫角楼咖啡，所以就是说是故宫直属管辖的一个咖啡厅。壁画是以千里江山图啊，然后千里江山图呢是宋徽宗时期的，是中国十大名画之一。咱们店内的装饰风格会根据故宫的相关展览做出相应调整，是吧？对对，这里呢也是围绕着千里江山来制作的，像咖啡的邮票。 这是桌垫，还有这个扇子，都是千里江山元素的。那就看它的品质了，看它的人们的这个口碑了，人们喜爱的这些。有感觉吧？应该是它的位置在故宫脚下，然后而且很周全，很便捷。 相对于我喝的主要都是那种办公室咖啡，像那个瑞幸啊，还有连咖啡和星巴克来说，这种咖啡对我来说呢，就是也是一次比较新奇的体验。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